Alba.战士和法师的时代早就过去了，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力。吉提亚的变革风暴已经来临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也许我不为谁加冕，我只推翻他们。为什么？我只走我自己的路，别变得和他们一样。我已加入你们的阵营，但我可不会去宣誓。别让别人看穿你，我的朋友。好吧。 什么时候打算战斗，就和我说一声。你的选择够了，可怜的傻瓜。什么？你不属于这里。你是逃不掉的。我终结了吉提亚，也将终结你。不用着急，一步一步来。 真是大材小用啊！战争发起者的理由总是这么冠冕堂皇。赐我苦难，我会更强大。好的，再见。你已经迷失了，准备受死。切，你已经死了。听我号令。